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友。今天要那个，我在今天是我到时候要跟大家来开箱的是这个，这个好像是神奇宝贝的古天巧克力蛋，这是它的前面，它的前面是这样，它是日本的。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到是绿色的蛋。那等一下哦。然后还有到时候我们也要开箱的一款是这款的《玩具总动员》的神奇宝贝的古天巧，也不是《玩具总动员》。然后本人已经打开一颗，所以抽到这个。然后第二颗我是抽到一个小字的，我给你们看哦。好，那我回来，我刚才去办那个玩具，我们下一集会开箱。它有这么多款，不止这些，还有很多。它是北南的，然后到时候我们要看看的是这个，然后它的蛋是橘色的，这是绿色的。那我们就到时候再期待一下吧。那我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赞，那也可以帮我订阅按赞，那也可以帮我留言，那也可以帮我按个那个订阅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吧，拜拜。